祝中华民国105年双十国庆，驻英国代表处举办酒会，广邀近450位贵宾同庆，包括台英国会小组共同主席史蒂尔勋爵等政要，多国驻英使节及英国各界重要人士与会贵宾，推崇台湾的自由民主和经济成就，力挺深化双边关系。台英关系过去这几年来持续的在成长，我想不管是在这个经贸方面，还有在投资方面，另外在文教、在科技、在观光、在能源的合作，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方向。我们认为还是有很多的空间，要大家一起来加油努力。驻英代表林永乐表示，台英关系在各方面稳健成长，经贸互动频繁。2015年，英国是台湾在欧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。代表处展望未来，希望和英方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或自由贸易协定。镜头转向南非，驻南非代表处的国庆节日精彩丰富，请来当地学生表演击鼓、原住民舞蹈和武术。现场正学商侨界约500人齐聚一堂，纷纷献上祝福。祝福我们的国家，国泰民安，人民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的、健健康康的，在南非能安居乐业。祝我们的国家风调雨顺，国运昌隆，中华民国万岁！驻南非代表陈忠表示，中华民国今年完成第3次政党轮替，政权和平转移，再度证明是成熟的民主国家。我们在蔡总统领导之下，即使目前在我们前面有很多困难，有很多事情需要解决、需要克服，但是我们对蔡总统所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充满了信心。代表处认为，新政府推展的新南向政策也适用于位在南半球的南非，期盼政府把南非列入政策中，借此加强双方经贸实质外交。